蔡总统唔免哦，用少年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好好啊拼你的外交，啊韩国好好啊拼伊的外销，城市外销，城市的交流，有城市的定位。伊啊个唔是总统候选人，唔免遐青做啦，也唔免遐紧张啦。假使啦，万一韩国如进入做候选人的模式就对了。大家重新开始，当然有一个过程中，哦，农渔民，咱看这个节目的朋友，我爱小可敬敬一下。这个汉俊兄可能有较急吼，伊讲这个咱农渔民做恁尽量穿，安那穿安那袂，我讲唔忙，千万唔忙安尼啦吼。咱因为这计划性的生产，有订单无表示你种啥物拢卖出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海基新这我去过，因为我。台南市东部甲深圳是交流城市，所以我真清楚。那么海基新这边的通路确实是真宽，但是唔是讲有订单了后啊，你进巴拉德当卖巴拉，进往来卖往来，唔是安尼哦。这是有季节性，而且有时节性，而且每一张订单咱最急的就是讲，有遮尼侪订单内底，是安那爱事先先去做。我唔是瘾头的呢，我去提订单转啊，啊你无回人出面啊。这订单包括市场伊过去伫北农的经验，就是讲，为什么咱的果子大销的时阵价钱会歹，就是因为通路不足，通路不足，三两堵牢，堵牢了后，生意人我当然六块变四块半，四块半变四块，甲你卖嘛。所以伫这个情形下，变作去提订单内底爱有一挂紧急配置的，譬如讲。哦，郭台铭当署长，伊，我来，什么货杜老紧的用了，伊才会当来写，但迄是有限嘛，